的人头。OK， 零杠十一，最后拿了两个人头，你赢了是吧？相信大伙现在对俄罗鱼已经有了自己的理解。那么本集视频教学就到这里，我忠实的丁尼赛亚就要烂在波金一了是吧？最后也是不要忘记给这个视频点个赞哦。哎，下期赢了，下期发赢了，不发输的了。什么对方零杠九，我还输了，全是狗屁，极地爆炸，问题不大。